Hello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番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热烈推荐这样一款游戏，名字叫做《维修工模拟器》。这款游戏呢，就是我们是一个街道里面的大善人啊，然后天天帮着邻里啊进行一些家装维修工作。就比如说呢，这道栅栏，你看这个栅栏年久失修啊，我们现在要对它干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要修一下它。正如所有游戏一样，我们拿出这个维修工具啊，对着这样子一个栅栏，哎呀，这个就修好了啊，就修好了啊，然后我们再进去。那么作为一个维修工人呢，我们也是这个邻里的这个居委会会长。你看这个玻璃啊，这一看好久没住人了啊。然后同样呢，我们要换上工具帮他擦一下玻璃。哎呀，你看窗明几净，哇，这看着就像没有玻璃一样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接到委托，那他们这个下水道堵了，帮他们马桶也清理一下吧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下水道再也不堵了，水流如注。好，那这一家呢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让我们来帮他们这个回收一些旧东西啊。就比如说你看这个锅，哎呀，年久失修，烤面包机年久失修锈了，又有一个锅年久失修锈了。行，再看一下啊，这里有啥呀？哦，这里有点钱啊，我知道了，你看这家人家走了啊，让我们来帮他做事，还然后呢还留了一点钱下来。哎呀，不错，你看这个社会，诚信社会，你看我们来他帮他家做东西也没有白做嘛。啊，我们再看看，那这有个钥匙，拿上钥匙，拿上电视机，把门一开，高高兴兴的就出门了。啊，我们帮他家回收旧电视啊，给了我们10块钱。对，虽然说一般来说呢都是这个收垃圾的给这个家里人钱啊，但是我们不一样，因为他这个电视机太烂了啊，送人都没有人要，我们还帮他出这个体力活，帮他给扔掉啊，所以说呢得给我们感谢费。好，放到车上，发动我的小轿车，接下来我们就回家了。今天的维修工作也是一如既往的非常顺利。好，我们看我们这次 stolen 啊，修到了啥？对，这次修到了一个旧电视啊。I see you got my screen, go to Black Pay 啊，我们现在可以去这个地方来。你看这个叔叔很厉害，他会富裕，他一般就不说话。来看看啊，我们这个东西可以卖多少钱？可以卖$30啊！哎，不错，这个不错，这个电视机不错 ，sell。sell 啊，这个锅还挺值钱的。回家，打开电脑啊，我们可以在网上卖电视啊，就是说我们专门出售这种赃款，不是专门出售这个回收来的旧电视的地方。那我们看看 electrics 啊，我们就可以卖这个旧电视。OK， 我们在网上就可以卖啊。然后在这边呢，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别样的工作啊，非常有趣的工作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工作，50块钱。让我们呢去打破这一家人的碟子，不是我堂堂正正一个小，我堂堂正正一个这个居委会的人，我凭什么去打破别人家的碟子？我好歹是这个居委会代表好吗？走，哪里让我去打？啊，就是说我们还会接到这种奇奇怪怪的任务，比如说呢去冲过去打人家的碟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好，110弄110弄，啊，这边还有巡逻的人是吧？这边是不是还有巡逻的警察呀？等会儿啊，先把车停好，然后离开车。哎呀，老张又来给你家修栅栏了，来修栅栏。哎，这家是109号啊，这是老雇主了，上一家。这次我们要去110号啊，这家。好，我们先环绕一下他家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弱点可以突破一下。哎，这个门居然直接就开了，哇，这就直接让我进去了，这也太简单了。看看啊，来帮你们收收旧家具啊，平底锅收了。还有啥呀？看看他们家还有啥好玩的东西。他们家啥都没，究竟为什么会有人雇我来他们家打碟子？好奇怪啊！打了。啊，然后我说我们还居然还不会撬锁，太丢人了。然后他要教我们撬锁，不是？先等会儿看看这家还有什么可以顺的。啊，这个 AJ 不错。哇，还有鞋，棒威啊，很不错。哇，这个衣服也是很贵重，巴黎世家。啊，没法偷，算了，这个沐浴露什么的，我正好好几十年没洗澡了，这也不能偷，算了，去你的，我走了，我就堂堂正正的，对吧？走大门，坐车。哎呀，这几票呢都太简单了，啊，对于我这种蒙古贼王啊，完全不成任何的挑战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去学习一下这个撬锁的技能啊，我们这边可以直接学撬锁。啊，来看一看。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去买这种撬锁工具了，啊，好，回家，然后我们上网，哎，现在可以网购了。这个游戏的精髓呢，就在于网购。
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网购上面呢有这个简单撬锁工具，这不就是个螺丝刀吗？啊，其他的东西我们啊都需要更多的技能点，也就是说呢，这是一个不断学习与进步的过程。啊，然后这个我的好朋友呢啊，让我去撬一下这个，试试撬这个锁啊，来试试看 ，rotate。哎，这就撬完了。好啊，现在说我们要啊，让我们去这个111号。哎呦，可以，这个任务越来越高级了。我们现在早上7点就过去，然后我们要观望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样的情况啊，然后方便我们夜里作案，就是偷东西嘛。我就直说了，我也不当一个伪君子。啊，早上7点呢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冲进人家家里，需要找一个非常好的观望的地点。那么观望的地点就在他们家门口，啊，稍微有点嚣张，看一下啊。Mark， 标记他们家有一个成年男性，啊，在那里蹲马桶。啊，里面有个盒子啊，我们要等他们家人走了以后呢，去撬那个盒子。简单，撬棍启动。等会儿被人发现了，没有没有，我啥都没有。哥哥，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，有警察在追俺。不是，你听俺说，俺真的很无辜，俺真的巨无辜。没办法了。紧急时刻只能藏在垃圾桶这种地方，现在都在追捕我，我就拿了个撬棍走在街上，我怎么了吗我啊？好像是有点奇怪啊，我们还是最好不要这么张扬啊，而且这个路上都有人呢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没有追捕我了，我们又可以大摇大摆的走在马路上了。你好，他已经不记得我长啥样了。哎呀，我这车停在一个奇怪的地方都不行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市民天天在这里找我的茬儿是吧？这从山上开下来一辆车，飞着就飞到了我的面前。啊，我这次呢，绝对不会再犯那种低级错误。首先过来标记一下男主人 ，OK。然后呢，这次我再也不违章停车了，好吧？我这次把车停到一个停车位上去，不给你们这些人任何一个检举揭发我的机会。啊，就这样。我这不挡你们路吧，这次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可以看到这家的人呢疯狂的在那蹲马桶，这次呢我一定会好好把握机会，好吧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先等到他出门啊，我这次坚决进他家之前我不会再拿出我的撬棍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城市的人都觉得撬棍是一个危险的东西。可以看到啊，他马上要干嘛呀，他马上要出门了。我现在呢啥都不想干，我就等他出门。好，他出门了，时不我待，就是现在，冲进去，赶紧拿上盒子就跑，拿上盒子就跑。还有啥呀？锅、消防栓，这不能拿。电视机，好东西。好了，不贪，走了，再见了，兄弟。不是，这边有人啊。不管了，赶紧，放到车上，上车。走，开车走，逃 ，Go！ 果然还是有点贪了啊，有点贪了。我觉得主要还是我这个车离得太远啊。如果说车没有在那种奇怪的地方的话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一个新手教学任务玩得我这么费劲。好，我这次绝对没有问题，这次拿了东西就可以上车。好，现在就等这个人了。哎，这个人出门了。我趁他发现之前赶紧进去。好，开门。好，这家其实没什么东西啊，格子一个锅，然后还有个旧电视。赶紧在下一个人出现之前出门，别发现我，没人看得见我，你们都看不见我。 OK 好了，快快乐乐的回家了啊。这次又收获一个旧电视，还不错啊。回家卖电视。好，打开电脑，小电脑启动，打开 BlackPay，我们卖一下我们的电器。哎，没有人要买吗？啊，对 ，Other box with shady content 啊，迷之小盒子。好了，卖掉了。好了，队友又告诉我们。啊，我们现在要干嘛呀 ？Break a window 啊，然后这个躲起来。哇，这个人，这些人真的是恶趣味的不得了啊，啥都不要干，就雇我去砸别人家的窗户，行吧？这明明是一个窃贼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变成了暴徒 Gangster。 好，看一下啊，112号，112，沿着这条路，我把车停在路中间。
稍微有点嚣张，就是要打碎他窗户呗，太简单了，就不要跟这种人讲文明，你知道吗？就不要讲文明，就打你家窗户，就打的就是你家窗户，打的就是你家窗户。好了，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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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车，开门，开门，走了，走了，启动，小恶魔启动，这里有人，这里有人，我这边能不能跑？这边能不能跑？这边也能跑，这边肯定也能跑。走山路凭什么不让我跑？走山路能跑，耶、yeah ！好啊，这个任务应该算是完成了吧？呜，啥玩意儿？刚才让我去砸人家窗户，现在又让我去砸人家厕所。我发现这个城市的人民对互相都有着深仇大恨，不砸坏你对方家点什么东西都觉得不得劲儿，好吧？上次是112号，希望112号的主人不要记恨，毕竟这也是一份工作，希望你能尊重每一个职业，谢谢。好，就是这家了。好，首先换上我的 crowbar， 好，装备上。这个门可以开吗？就是需要3级，开不了。那我们就得找一个暗道进去。等会儿啊，先在周围探查一下虚实。标记一下，标记一下，他们家有哪些人都标记一下，标记一下。算了，我觉得做人就不能太怂，对不对？就不能太怂。他妈的，你厕所在哪里？你厕所在哪里？你厕所你敲烂你马桶，哎，没敲烂，哇，你马桶好难敲烂啊！好，这人家的马桶有点硬了，赶紧坐上我们的小车。大仇已报，大仇已报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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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跑得够快，警察就追不上我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你看什么玩意儿？就玩这个游戏根本不需要潜行，就莽就完事了。我的天哪！他说下一关呢要教我们这个爬墙，啊，现在让我们偷东西，然后呢这个升级。好了，这次呢我们决定啊，这次决定跳一户大户人家下手。哎呀！哎呀，这还不错啊！我们先把车呢停到停车场，好，停车场停一下。我们先看一看啊，可以看到这104、105、106这三联动就是我们这次的目标。看一眼啊，这个地方还挺容易的啊，挺容易的。好，忙，我要睡到这个晚上12点，然后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行窃计划。好，晚上1点到了，是我施展拳。晚上1点，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人啊？这是半夜1点哎，兄弟们，你们该回家睡觉觉了哎，耶！好，赶紧，那边有个人应该会看到我，快点快点快点快，要被看到，靠边，要被看到了。好，等会儿我先不进去，等这个人过去，是吧？好，潜入成功，先把门关上，先把门关上，不要让任何人看到端倪啊。好，他们家准备睡觉了，不对，他们家又把灯打开了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家到底睡不睡觉？哎，这边有个窗户是开着的哦。什么人家会晚上1点把窗户打开？天哪，你也太没有防盗意识了吧！这咋又要开锁？没事，开就开，对吧？这家人自家还锁着东西，好东西哦，我们可以慢慢打开。有什么好东西哦？有什么好东西哦？哎。偷偷的慢慢的打开，哎，偷偷的慢慢的打开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嘛。哇，这家人一定是睡觉，这就是我的好机会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都没有嘛。哇，这家人也太穷了吧，除了个车轮胎啥都没有。哦，有个相机，不错。哇，索尼相机血赚。哎呦，赚到了，赚到了！但是现在已经早上4点了，不会吧？我就进来多久啊？就早上4点了，别吧，偷两个苹果回去吃，遥控器，好东西。不是你家也太穷了吧？就一个照相机，都快白天了。这家小孩还有个魔方，魔方我也喜欢玩，不给我玩，不给我玩就不给我玩，我还不玩了呢，哼！哎呦，还有个钟，呼呼，呼呼呼，呼。哦，快到早上了，他们家快起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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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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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啊！呜呜呼，哦，高高兴兴的出门去了。哎呦哎呦，今天晚上收获颇丰，收获颇丰。哦，看看啊，我们今天晚上偷到了什么东西？
闹钟，这样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是不是个手机吧？但是是个，哎呀，这玩意儿是个电子设备，但是我们现在它被上锁了，我们还得学会一些什么破解的方法才可以。然后这个是个遥控器，还有个照相机，我的天，血赚啊！哇，哇，这也太赚了！哇，这真是一个好玩的游戏，太快乐了，太快乐了！好了，可以开开心心的回去了。好，去卖一下啊！我相信这个照相机，怎么说这个也能卖个几百块钱。S， 哇，哇，我都佩服自己，我真的是这块料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，不是这块料。我的意思就我佩服我这个学习速度如此之快，这样一个游戏。好，来。Welcome back， 这个人又跟我们说富裕。那今天我不一样了，来看一看啊，照相机才$40，$40你上哪儿能买个照相机？哦，这个900块钱，但是我们现在要破解，买了。我的天哪，太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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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就开心，你知道吧？我就开心，我真的就开心，我真的就是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，我是开心。开心，开心，行，好的。那么这个游戏呢，后续还需要更多更多奇怪的东西，比如说有手套啊，各种各样的技能什么的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的。那么呢，今天的这个维修工作呢，就到做到这里啊，正好新的一天旭日东升。OK，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我是老番茄，我们下期节目，拜拜。